好彩，出发，好爽啊！我们走了那么久，终于看到山庄了。这什么？终于到了，准备出发。这岩塘，卷山是。那我们预计今天要爬到可能下午三四点，子俊说大概六小时啊。哦，担心下跪。然后走出去啊，要走可以。可以试一下。亲爱的山神，感谢第一天爬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天气。这样做，还笑出来的样子。暖身一下好了。暖身吗？暖身就要交给我这个教练了。教练，专业暖身。现在海拔2000哦。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。才刚走5步就已经觉得有点喘了。今天我们的开路先锋是回收，我觉得你比较先锋。他是带领我们这个到达天池山庄的一个火车头。出发！这趟旅程我们总共有10个人一起参加，虽然我们在一开始不太认识，但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要往天池山庄。加油！加油！哇，都是年轻的哦。这次的奇莱南华行程也让我误打误撞的闯进了重装百岳的初体验。我们走了4.92公里，来到了一个浮云宫土地公庙，超级累的，肚子好饿啊！而且我觉得我东西好像买不太够，一路上一直很饿。现在才爬了2小时不到吧，是不是快睡着了？开车好累，我刚刚一路都是边走边睡。边走边睡是怎样？还可以吗？这也是你第一次爬山吗？啊，我也是，很轻松，对不对？现在比我想象中好，因为我昨天真的太担心了，我累傻街头，我跟你讲。太扯了啦！因为我背那个包包啊，然后我没有护这个。我没有护下面，所以我就这样搭火车。然后嘞，你说你累傻，结果是这个没绑这样。对，没绑，然后这样拖了，什么都没有拉好，然后我就这样搭火车，我就觉得火车我都觉得重了。我搭火车那个也一直撞到人，超狼狈的。对啊。然后你还比我更大。然后一堆人都在看我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最好是可以完成的。你刚刚说，谢谢包包，太重了。好重啊！我包包大概20公斤吧。第一个休息点，4.94公里，我们要吃东西了。好吃哦！太苦了，肚子好饿。吃到东西的感觉真好。我们要继续出发了。吃饱喝足了，休息了30分钟吧。走到这里。我们走了5公里，到了这边。本来想说离这个台电什么海宝水很远，结果没想到就在我们往前走，不到50公尺的路就到了。过了5公里之后，大家刚开始雀跃的脸都已经不见了，而且我们现在遇到的是无敌大上坡，连续上坡，我们直接阵亡了。他们还有人在上面，好累。休息完之后，战力大减哎，边走边走。现在的垂直速度只剩下50，然后现在海拔大概2400，开始有一点，现在已经是高原，亚高原吗？还是高原？高地台的，好喘。而且刚休息完之后再开始，实在有点累。现在是下午的12点多吧。继续走吧，现在已经6公里了，距离山庄还有7公里，加油！好
我们要不要这边拍一张啊？大自然的溜滑梯耶！回收等一下。大自然的溜滑梯，好高哦！这里应该可以滑到南投市区吧？超级大，大大。等一下要快步通过了。Go go go！ 回收。终于来一段下坡了，注意落石，真的好大片，哇，真的很恐怖哎，那条。我们进入这个，这种东西叫什么、啊？子君？戈壁吗？就是一大片的碎石群，然后我们进入了这边，真的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真的是。恢复神功，这人根本做不到。一整片都是，全部都是沙子，而且你看人在这边显得多渺小。这边要快速通过，这边不能待太久，避免危险，所以我们加快脚步。现在走了大概7公里而已。最近有点累了，路上偶尔也会看到骑着小野狼的朋友在载送物资，非常危险的路程，真的是辛苦他们了。好累啊！怎么上坡那么长啊？大家自动休息了，还有5公里才到山庄，好累，连续上坡真的不行，太累了。脚很酸，我们已经爬8公里，大概3个多小时，疲劳感已经开始出现了。虽然说是很出街的路线，但我觉得还是好累。走一走，最开心就可以遇到这个，一来是可以照距离，再来是连到网路就会有讯号。但是你在爬山根本累到没力玩手机。我们现在是那个三人的什么小组？第一小组。三人第一小组。我们是目前领先集团。领先小组。领先选手是回收，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，大家一定不知道是什么。他可以边走路边睡觉，大家看一下，大概就像这样，身体在动，脑子在休息，闭目养神。甚至还可以定位，太猛了吧！现在走了8.84公里，哇，我们已经爬升了600了，2500，距离我们的山屋可能还有13减8等于4公里多。好厌世哦！我一开始就很快乐，走到心累，只好开始唱歌比赛。换回收。我们的规则就是歌词也有你我他，然后 pass。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。我愿变成童话里。然后就是 pass 的人就要帮其他人背包包，走到。100步，因为包包太重了。等一下，想 pass 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我的肩膀好重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想一下。在我有了幸福，有人照顾，应该知足。换游戏，换游戏。6、7、8，菜园、果园、动物园、菜园。牛棒，谢谢导演。大陆妹，你好。同好。大人要。青椒。马铃薯。番茄。红萝卜。A 菜。对。哎。哎。哎。被你一个 A， 我就忘光。
不算呢，我丑三个啦。两杯还记得。烦呢、欸，你扰乱节奏。好啦，那你给我吧，100步哦。不好意思、欸。100步，没事啊，愿赌服输，等一下就不要输。我不要玩了。我不想玩了。要不要继续一下？好爽啊！哈哈。耶！哦。OK。一、二、三。你刚刚不是讲那个速度？哦。这样超慢的。九六、九七、九七，跟他的秒数一样，好不好？九八。坐了，他们走了快四分钟哎。九九，一啦。耶。九九点九。一百，我明明就跟他上面的秒数差不多。你看。来，新的感想。刚是9.72，现在9.88，所以是走了160公尺，还你，太重了。我不想要，我真的不想接受。好重哦！你不是健身教练吗？不是，我是跑步教练。你不是教练吗？哎、欸，好重哦！飞上去是最痛苦的。蛮爽的，我刚刚那十分钟，是五分钟。五分钟没背有差吗？嗯很爽。超累的啦，等下继续玩。不要玩了。不相信你不输。我也不要玩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回收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不要玩。超累的。可是我们这样玩游戏，不知不觉已经走多了1公里了。我们队友都不知道跑去哪。快到山庄了，冲啊！爬到了快2700了，有点冷。现在距离是10公里多吧。哇，这里有美。爬山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跟自己对话，你要想办法说服自己继续坚持下去。回收现在要来装一个纯天然的山泉水，这边是一个小瀑布，小心哦。开始流到我的腋下，好冰哦。Yes， 我们现在走到了。手表显示是11.8公里，但是那个什么山庄啊，好像是13.8，坚持山庄。这个道路真的是无极限的感觉。其实最累的不是走路，最累的是这包包好重，肩膀好痛。走了那么久，终于看到山庄了。山庄是这个吗？12.2，应该在1公里。撒路奇莱南华团最强女子阿静，走到最后的2公里，体力已经接近透支的状态。好累哦，肩膀快烂掉了。我们的最后1公里，先暂时歇歇会。好累。
们快到了，应该剩不到一公里了。然后我们第一天走的路线没有很复杂，但是因为它距离很长，第一天要到山屋就要走13公里，导致你的体能会下降，然后肩膀又很酸，因为背的包包太重。所以虽然说他们都说这是新手推荐，但我觉得有点硬，要训练一下。吊桥超美的，看这里石头跟水。我说阿纪，你的脚在干嘛？为什么要这么开？哪有啊？那肚子好饿啊！我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躺下来睡觉，30分钟就好。哦，对，拖背包是第一件事情，第二个就是要睡30分钟，好累啊！超漂亮的、啊。我们现在在，这是能高瀑布。登顶前的最后一个景点，前面的就在干嘛？阿基很可爱，你看他的脚。哇，哎、欸，那里好美哦！哇，有个秘境呢。哎，上去哦。上去。他们走那条路进去啊，好漂亮哦。下来就是这里，那水一定很冷。快到了，经过了能高瀑布，快到山庄前的一段路，特别艰辛，特别特别的艰辛，特别，好累哦，特别累。现在已经2856海拔，我们爬升了900，走了6小时，14公里了，终于到了。山庄终于到了。这13公里以来，不断的在放弃边缘游走，因为登山包很重，氧气稀薄，肌肉酸痛。但每每在过了这个山头之后，所看到的美景就让你忘记一切的疲劳，尤其是在这13公里当中，你会体会到伙伴的美好。你们在路途中不断的互相鼓励，只为了一起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，抵达天池山庄。在这趟旅途过程中，让我重新爱上了大自然，爱上了户外运动、登山，再次看到台湾的美好。我想这就是爬山教会我们的事吧。下一集将跟你们分享我们登顶的过程，还有天池山庄的 Rim Tour。 我们下一集见。